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盘惊奇》，我是大宇。那今天呢，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说北京市有一万两千七百多间公共厕所，其中呢分成三种等级啊，第一类还有第二类等级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开放，而且必须有人管理。管理人员呢能住在那里，像这样能住人的公厕有七千三百多间。那经过统计啊，目前全北京市有大约六千多人以公厕管理员的身份吃住生活在公厕里。 而公厕里能住人的管理员办公室大小不一，肯定都不是很大了。那相对而言呢，空间大一点的能摆张床，能放桌子；小一点的只有大约两平方米的狭长空间。像这种地方啊，却会有那种夫妻俩居住的情况，这是蜗居中的极品了，只能摆张桌子，留个过道，仅此而已。要想睡觉怎么办啊？有的夫妻俩呢，就在上方隔块板子。 睡觉的时候登梯子上去啊，这大约两平米就成了他们在北京的家。而他们的全职工作呢，就是照看厕所。每月挣的钱自己还不能都花，这样的大多是外地务工的啊，会把钱寄给在外地的家人共同生活。一位北京人发帖子提到了这个公厕住人的现象，说自己见到了没见过的北京。 其实呢，要是细挖的话，在中国生活贫苦的例子大有人在，有更多车水马龙之外的没见过的凄苦景象。这不是当局没能力解决。我们都知道中共搜刮底层油水的本事，也知道贪官群体的庞大规模，特权的富可敌国，撒币的毫不手软。这任何一项拿出来改善民生都大有可为。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有清除低端人口这样的行动。 干这事儿的蔡奇啊，不顾底层之辛苦，施压基层放手去干这种得罪人的事，说什么就是要刺刀见红，好像很义正言辞一样，实际狼心狗肺。可是这家伙平步青云，被习近平提拔去当了常委，就这样的人品，这样的党，这样的体制，谁愿意给他们去卖命呢？最近大陆网上不知道谁开的头啊，忽然就有很多人发帖讨论。 说：“如果当局要开战，他们绝不会参战，更不会让子女参战。”一位中国网友发帖说：“如果发生战争，我是不会去的，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我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和平时候没有人记到我们，有难时呢才想起我们。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的时候，享受国家待遇的时候，都没给同等待遇。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也不让我的孩子去。” 那么也有人说呢，大官的孩子老婆都润去美利坚了，为嘛我等韭菜要抛头颅洒热血？如果这个政权所做的事儿啊，真的代表民意，其政权真的受人民所认可，人们是不会这样议论的。正是因为难以同心同德，才会让人们深刻感到给他们卖命啊，太不值得。这是明智之言，兴正义之师，人民群起相助。 兴不义之师，那换来的就是冷眼旁观，甚至人们呢会争当带路党。而面对中共的对外野心，美国及其盟友也都在行动，着手防范。近日呢，韩国总统尹锡月访美期间啊，美韩双方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名曰《华盛顿宣言》，旨在加强美韩合作。那协议中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呢，美国前所未有的承诺。 要通过核武器加强防御，阻止任何可能的攻击，保证美国盟友的安全。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四十年以来，那准确说是四十二年，美国首次在韩国部署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美韩口头上说的都是啊，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可是呢，很多军事专家明说，这种部署呢，实际应该另有所指。核威慑呢，只是最后一步的威慑，针对朝鲜。 目前还可以用常规武器威慑，还有别的很多选项。直接派核潜艇针对威胁尚且有限的朝鲜，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而且呢，核潜艇有能力从几千公里外进行打击，不一定直接派到当地。在中文圈呢，有人把美军核潜艇啊，甚至称为是灭国神器，就是因为它能力捉住。所以呢，美韩口径一致的说，把核潜艇啊部署到韩国，是因为朝鲜。 引起了普遍的联想，认为这分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在这里，谁是沛公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美韩这边的消息一公布啊，先坐不住的不是朝鲜，而是中共。中共外交部四月二十八号发表声明，宣称啊，坚决反对美国计划派核潜艇停靠韩国。那么，当局并向韩国提出了所谓严正交涉，特别是针对美韩关于台湾海峡。 需要和平与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共向韩国表达强烈不满。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二十七号晚间呢，还约见了韩国驻华使馆的公使姜相旭。那么，美韩本次会面怎么就引起中共这么大的反应呢？特别是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怎么让中共如此忌惮？像我们刚刚说的，美军的核潜艇呢，还有所谓“灭国神器”的称号。其实呢，这一称号指向两款核潜艇。 一种是搭载核飞弹的弹道飞弹核潜艇 SSBN，另一种是携带战斧飞弹的巡航飞弹潜艇 SSGN。俄亥俄级核潜艇呢，就是前者搭载核飞弹的弹道飞弹潜艇 SSBN，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的其中一个。三位一体核威慑呢，是指从海、陆、空分别发射核飞弹，所以呢，另外两个分别是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 还有可以陆基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当然了，不是所有拥核的国家都具备三位一体的能力。比如英国，它主要使用的是战略核潜艇来保护自己。那具体而言呢？包括俄亥俄级在内的战略核潜艇，就是执行长期的战略威慑巡逻任务。对于敌对国家来说，一般情况下搞不清楚它在哪里，也比较难去摧毁它。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舒加特曾在美军担任攻击潜艇的舰长。他说呢，美军潜艇可以在你家门口摆出一百多枚核弹头，而你却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也可能无能为力。每艘潜艇呢都有两套完整的船员队伍，分别叫蓝色队和金色队。美国队伍呢通常执行七十到九十天的威慑巡逻。这些潜艇啊都配备了核动力推进系统，可以在水下长时间航行。 只受食物供应的限制。通常啊，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装备有二十四枚三叉戟弹道飞弹 （SLBM），每枚飞弹呢可以携带八到十二枚核弹头，因此呢，每艘核潜艇可以携带一百九十二到二百八十八枚核弹头。如果是俄亥俄级改进型的核潜艇 （SSBNX），可以装载三十六枚三叉戟二型飞弹，每枚飞弹呢可以携带十二枚核弹头。 因此呢，它可以总计携带四百三十二个核弹头，而每枚核弹头呢都是十万吨级，足以摧毁一座城市。一型飞弹呢射程是七千四百公里，二型飞弹射程是一万一千三百公里。这种三叉戟飞弹呢相当难以防御，每枚飞弹里面的八到十二枚核弹头可以分别投向不同的目标或城市。它的惯性导航系统用天文导航还有卫星导航来使它更加精确。 所以呢，三叉戟飞弹呢，比大多数陆基弹道飞弹的命中精度是更高的。那这种精度呢，使它对中俄的陆基飞弹发射井还有指挥部掩蔽所，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威胁能力。那么也就是说，俄亥俄级核潜艇可以在数千公里以外，甚至上万公里，对中俄的核弹发射井啊进行源头打击。 而它的远大射程又可以使核潜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几乎任何地方巡逻，敌方啊很难搜索到它。那么，美国的十四艘战略核潜艇啊，一共携带了大约一半的美国现行战略热核弹头，在世界各地巡逻。尽管战略核潜艇巡逻时呢没有预设的目标，但是呢，他们可以从美国的战略司令部迅速地获取目标数据。 使用安全和持续的无线电通信连接，包括极低频的系统进行通讯。因此呢，可以说俄亥俄级潜艇是美国海军最先进和最强大的水下武器平台，也才有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外号。那么话说回来，这次美军部署核潜艇到韩国，如果只是朝鲜或者针对台海，其实不一定派到韩国、关岛就可以了。 关岛的地理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前哨战站，还有桥头堡，位于第二岛链的中心，距台湾两千七百公里，距离中国大陆三千公里。这个位置呢，足以够到很多目标，就算朝鲜也在射程之内。比如，二零二二年一月，美军俄亥俄级的核潜艇呢就被派到了关岛。美国媒体当时指出，最强武器夫因泰威慑中共和朝鲜。 如果真的爆发台海战争，美国潜艇呢还可以从关岛挺进到日本东部海域发射飞弹，中共吹嘘的什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将即刻遭到严峻的挑战。之所以要派到韩国，一定是另有深意。第一，它是给韩国打气啊，让韩国面对中共乃至朝鲜威胁时更有信心。美国早就认为韩国可能是其在印太盟友中的薄弱一环。 有可能在中共威胁下软脚。四二年以来呢，再度部署核潜艇到韩国，就是好像在给韩国放了一根定海神针。第二，美军核潜艇呢将部署到韩国镇海基地，这里是韩国海军最主要的战略基地，也是美国海军在韩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常驻各类舰艇是五十余艘，最多可以停泊包括航母、潜艇在内的各类舰艇一百多艘。 另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靠近中国唯一的内海渤海，而渤海呢也是中共重要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中共的政治心脏北京啊就在这个区域。美军等于是把威慑力极强的核潜艇摆到中共的家门口，不只是扼住中共海军进出渤海的咽喉要道，也直接产生对北京威慑的重大象征意义。那、啊、同时呢，韩国镇海基地也与黄海、东海都很近。 对司令部位于青岛的北海舰队，在台海区域的共军或北朝鲜，甚至再往北边的俄罗斯都更有威慑。所以啊，镇海这个地理位置对于实战的价值更高。那中共军事专栏文章啊，在二十六号自己就说，一旦启动武统，共军将遭遇四面楚歌的局面，稍有不慎就全盘皆输。 首先呢，在台海方向，除了在韩国部署的核潜艇，美军还会派出航母战斗群，还有轰炸机，快速支援台湾。而中国东部战区呢，也极有可能需要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联军。仅美军的太平洋第七舰队就不容小觑，这是美军最大、最有名的舰队。它有一艘尼米,米兹级的航空母舰，那这种航母呢，能携带超过六十架战机。 拥有超过六十艘战舰、潜艇，还有支援船只，包括十四万多名美军士兵，堪称海上移动的巨无霸。而且呢，他自己也配备了带有尖端装备技术的潜艇。那第二，朝鲜半岛方向呢，可能也将有所行动。由于韩国总统尹锡月上任之后啊，结束了对朝鲜的阳光安抚政策，转而以威慑换取和平的西方战略理念。 因此呢，如果韩国和朝鲜之间爆发战争，中共北部战区啊将考虑是否同时支援朝鲜，这将造成中共的军事压力。那么第三，南中国海方向也极可能面临作战。届时呢，美军若联合菲律宾、澳洲等国在南海对中共反制，将极大牵制中共南部战区的力量。那么第四就是中印边境，由于近年中共与印度关系恶化，因此呢，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手， 印度也有可能在美国支持下呀、啊，对共军发动袭击。今年三月，美国媒体报道说，去年年底，印度就曾在其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中跟美国合作，美军向印度军队提供了中共军队的阵地还有兵力的实时情报，成为印度击退共军的重要助力。那除了以上提到的四点，中共呢还将面临其他挑战。 比如啊，美军可能对红海、苏伊士运河，还有地中海一线的海上要道设置关卡，切断中共的海运船只。那当然了，还有马六甲海峡，这里每天经过的船只呢，有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国。中共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只有不到四十天，如果面临长期的贸易和能源封锁，中共难以强撑。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近年急于跟伊朗交好。 又大举与俄罗斯签署能源购买协议，那么原因之一呢，就是规避这种战争状态下海上禁运的风险。不过呢，伊朗和俄罗斯也不是善类，在关键时刻是不可能像一个正义之师那样给予无偿援助的。在紧急关头不让中共掉几块肉下来，他那几个流氓兄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最终为中共战争成本买单的，还是中国人民。 就包括那些现今还在给中共摇旗呐喊、妄想携党能所谓改良、认不清历史大势的小粉红们。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判惊奇》节目，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我在“干净世界”还有 YouTube 上的《新闻判惊奇》频道。那么，更多的节目信息您可以查看我们的置顶留言。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